天琴，我不要你放弃。没有用的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由你决定的。天琴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行的。你说过，暴风雨后的彩虹特别漂亮，所以你会是最漂亮的彩虹。你不用担心现在的问题。 很快的，你就会没事了。你一定要好好努力。我衷心希望你会成为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师。天英啊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天晴，你好好保重。